汤汁碗。不要了。没关系。不要了。那还好吧。不要了。我这边是干的。这个录进去吧，因为我看到好多。那个吗？鸡精蛋，这条路，这条路进去。哦，它是这种啊，餐厅在后面这里，它前面是洗车场。好来吃全科料理。我们今天吃的这一家是叫做鸡精全科料理，然后这里呢都有停车场，车子可以停的蛮多的。OK， 先这样。是假日，所以他说让人家预约。丰宝，二十四，我们的桌号。给我加什么？请大家。时间长哦。茶碗蒸。
一定要吃几道？27道。总共27道。可是我觉得炸的比较好吃哎。我觉得目前接下来炸的有水准，可是生食就味道都调得差一点点，可能我们想要它再酸一点点。电吃鸡不一样，就像刚才那个一样。它基本上配料就是青椒、葱段、洋葱，然后就鹅啊，然后就里面的汤汁不一样。超爱这个。应该是花枝丸吧？知道是什么？花枝丸。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没关系。不要了。那还好吧？不要了。我这边是干的。为什么这样子？好像很远一样，太好笑了。那不是真好，那好像霸鸡了。是霸鸡吧？对啊，霸鸡的。他用霸鸡加五味酱，好特别哦。其实它没有什么，好像没什么肉。味道还可以哦。吃了太多的蚵仔了，还是要来点不太一样的，调味一下味蕾，不然真的会比较烫，会腻。然后它淀粉好少哦。高丽菜，高丽菜没点的，嗯，这个还好。噔噔噔噔，我们终于吃完了全科料理，有点可怕，吃了非常多的蚵仔。这个烤蚵仔是一篮一篮的，然后让你自己去烤，然后中间是一个烤炉嘛，旁边呢它还有另外准备了27道的料理。他们家基本上料理有分生的，然后熟的、炸的。今天这样吃完，我觉得生食的话，我比较不会想要再点。然后炸物的话，我觉得都还蛮不错。像我最意外是炸蚵仔啦，然后炸馒头、炸蚵仔烧，然后炸鱿鱼。其他就是什么三杯啊、黑胡椒这几类的蚵仔都还蛮不错。基本上这家店，你如果真的很喜欢烤蚵仔的话，是一家你可以来的店，因为真的会吃到你非常的撑。今天是因为是假日，所以只能吃2个小时。如果是平常日来的话，就是吃3个小时。啊，
那就先这样，拜拜。